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朋友。廖志廷跟杨佳玲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老是在一起。哎，瞧见没，就是这回事吗？哎呦，怎么搞那么不小心呢？我们要在训导主任知道之前妥善抚平这件事。哎，杨老师，哎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妹妹。有人递纸条说你跟家里有同性恋的趋向，我们的行为是正正当当的。你好好注意你自己的行为，少跟廖志廷在一起。他需要朋友啊。就只有你一个啊？就因为他只有我一个朋友？爸爸，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？爸爸怎么会讨厌你呢？你又是每天都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不要落人口实。我不能因为你的固执而害了你。老师，我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真的做错了吗？我到底是怎么了？心事先安定，心愿快快乐乐，甜甜蜜蜜。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人，一位是父兼母职的父亲，一位是操纵着我喜怒哀乐的知己杨佳玲。祈祷着苍天，这是我所有。